老母猪要干活了，看。又是挖土豆的一天，家人们。你们说，年轻吗？刚刚我把自己给伤了一下，好疼。你们的土豆挖了没有呀？今天我这个哑巴老公在旁边，而且会唠叨个不停。我也不知道他这两天到底受了什么刺激。而且还说今天帮我带孩子。我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今天终于把土豆给挖完了拉土拉土，喝一口包谷酒太渴了。开始做这个猪粮食了。因为又可以喂猪了。这个机器孩子不能动，很容易把那个手给切掉。所以我每天弄这个猪食的时候，就害怕这些孩子一不小心就碰到。弄完了，家人们可以喂猪了。放一点玉米粉，搅拌搅拌就可以了。这个孩子已经可以帮我弄点事情了。开始上才艺。莎莎一天就只能忙这么多，下次见。给莎莎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